对了，下周贺氏的30周年晚宴，跟我一块儿去啊？晚宴，我不去。不去？嗯。为什么？所谓的晚宴，不就是穿着恨天高和气都喘不过来的紧身衣，对着别人假笑，整晚站到脚抽筋，都喝不上一口热汤吗？没意思。你可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贺太太？如果你要是不出现的话，会引起别人的非议。最关键的是大姑会起疑心。那你就跟她说我生病了呀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医院打个石膏，假装旧病复发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是在害怕自己跳舞跳得不好吧？不过也对。对于像你这样小脑不健全、无法控制自己四肢协调的人，让你跳舞，确实强人所难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小学可是我们广播体操领操员，舞蹈 CV 担当。华尔兹可跟你们的广播体操是两个概念。不就是蹦擦擦吗？我妈他们公园里那些阿姨全都会，我教给你看。看着啊，蹦擦擦，一二三，蹦擦擦，一二三，蹦擦，哦，跳个舞都能把自己的脚给踩到，到时候踩伤了我还得扣你工资，麻烦。你就是刺激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还真就受不得刺激。不就是跳舞吗？我学会给你看。吃饭。妈呀！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嘴呢？这位是礼仪老师朱迪。形体老师 Helen， 舞蹈老师娜娜，这位呢是给您设计礼服的设计师 Doris 和他的助理。距离晚宴还有8天的时间，不准偷懒。每天回来我都会查收你的成绩。什么叫做魔鬼训练？这就累了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晚餐，我跟小伟已经吃过饭了。我被折磨了一天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这个怎么了？我早就看不惯你之前的饮食结构了，正好趁这次的机会调整一下饮食结构。还有啊，这份晚餐兼顾了营养和健康，很适合你。开动吧。没肉啊。贺老板，我真的吃不下，我现在特别饿，特别困，特别累。我需要高热量的食物才能慰藉我受伤的心灵，所以我想吃什么呀？火锅。确定是火锅？哪家呀？边看边吃。放松一点啊，来，再坚持一下，来，腿接着往下压啊，对，就这样，再往下来点，来，
放松。咱们接着来，坚持一下啊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保持平衡。收紧，姿势摆好，头摆正，放松，好，往下，收腹，靠棍子上，啊，收紧，对，呵，伸直，我去下洗手间。